云林北港朝天宫妈祖出现在桃园机场，神像由庙方人员小心翼翼地捧在怀中，跟一般旅客一样，妈祖也要 check in 领登机证。妈祖十四号上午前往美国出巡，这也是北港朝天宫妈祖疫情后首度出国，也是第一次到休斯顿跟纽约。这一次比较远哦，啊，一次到这三个地方哦，还是头一遭了哈。啊，当然我们七月份哦，啊，也当将到日本哦，啊，参加日本的绕境。早在前一个月，庙方就已经将銮轿、巡礼物品跟结缘品空运到美国做准备。航空公司还为妈祖设立专属柜台，让妈祖搭乘豪华经济舱。而两位将军千里眼、顺风耳则是搭乘经济舱，出动三位空服员用安全带固定。妈祖出国时间长达半个月，将前往三座城市绕境，分别是旧金山、休斯顿跟纽约。妈祖神尊出国去买机位搭飞机，也让同机旅客开了眼界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